大鸠啲知道，今次就会介绍呢一架 Tiny 微影37号 Y， 咁啊一田限定版嘅历史啦。咁啊，豪力一田同埋 Tiny 嘅 crossover 吓吓，咁啊又系一田限定版啦。咁啊，佢出咗三格，咁我系买咗两格嘅啫。啊，好 sorry， 啊，只系买咗两格嘅啫。咁呢个市区嘅红的啦，啊，一田限定版，咁个盒就平埋一边噶啦，唔使理啦，啊，咁呢个又系冇印车牌嘅 taxi 啦，啊，一田限定版，仲要系。四个座位添 ，OK， 同普通都冇分别嘅，嗱，只不过佢都有个 Y 啊，啊，普通37，你有37 Y， 黐线嘅，啊，同普通都冇分别啫，只不过你系边系见唔到呢架啦，吓，你见唔到呢架车啦，特别版嚟噶嘛，系。出边系冇一定相嘅，啊冇买车牌添，系冇车牌啊！咁避震同埋两面啊，车即系车头，车头嘅门就开得啦，咁车尾门啦，同埋车尾箱门开唔到嘅，啊？佢系人埋啦，人埋起标个位啊，起标都几靓。咁好啦，啊咁啊呢度又有呢个一田嘅，啊一田的士啊，一田噶啦，系咪先？咁啊好啦，咁啊今次呢个嘅，咁今次呢个嘅 Tiny 37号。一田限定版嘅市区的市就介绍到嚟呢度啦，咁下次再见，拜。